林维晨公开新恋情，现年61岁的香港知名男星林维晨一直都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冻龄男神。近年来，他多次客串出现在 TVB 剧集中，给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近日，已经单身好几年的林维晨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新恋情，又再度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。据了解，林维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短视频，在视频中，林维晨牵着一名女生的手走在大街上，同时林维晨也在留言区留言：“60岁又如何？新的一年陪着你走。”这名新女友全程都没有露脸，但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所以很明显，林维晨的新女友是一名内地人。但在镜头中，网友只看见了这名女友的手，所以网友都觉得这位女友颇为神秘。两人在视频中亲密对话，林维晨也是尽显温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维晨在发布这条短视频后，有多位网友都在留言区留言“东北媳妇正式上线啦”。所以从网友的留言中也可以推测，林维晨的这位神秘女友应该是东北人，至于外貌、年龄、工作，一切都是未解之谜，只有等着林维晨想要公开的时候，可能外界才会知情。其实，林维晨这次的新女友是一名东北人，一点也不令人意外。毕竟这几年，林维晨事业的重心一直都在内地，他只是偶尔会到 TVB 客串几部剧集。林维晨的社交媒体上，很多照片、短视频都是在内地工作的内容。林维晨在内地拍剧的数量不多，但参加商业演出的机会倒是不少，这几年也是赚了不少钱。算算时间，林维晨入行至今差不多也有40年的时间了。早年，他凭借帅气的外表、儒雅的气质，曾是香港亚洲电视的当家小生，还一度被封为亚视一哥，演艺事业顺风顺水。林维晨的感情生活自然也特别丰富，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台湾女友 Lin 结婚。两人在结婚之后，感情一直颇为稳定。婚后，夫妻俩生了一个女儿，一家三口可以说非常幸福。只是这段婚姻还是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。在2006年，林维晨宣布和 Lin 离婚，结束快20年的婚姻生活。2008年，林维晨爆出新恋情，他正在与亚洲小姐吕晶晶谈恋爱。由于吕晶晶比林维晨小了21岁，所以两人的恋情还被外界调侃为父女恋。时间到了2011年，当时林维晨已经和吕晶晶分手，不过他又爆出和小了他23岁的 TVB 落选港姐李思雅恋爱，再度迎来新一段的父女恋。不过，在2017年，林维晨宣布和李思雅因性格不合分手，结束近6年恋情。当时林维晨受访时就表示，不能走到结婚那一步，还不如不要浪费时间，果断分手。两段父女恋均以失败告终，对于林维晨还是有不小的打击。所以这几年他一直单身，很少谈及感情问题。时隔7年的时间，林维晨终于再度公开新恋情，还是挺为他感到开心的。最后，也祝福他和他的新女友甜甜蜜蜜。只是不知道林维晨这次的新女友是不是又比他小了20多岁呢？